不然刚刚你讲的那些顾客的呀，什么写的？对我喝酒失态，然后在校庆当天的行为，然后跟社会大众道歉。其实我说我是人，不是畜生，那个是因为有人一直叫我躺在地上，你听懂我意思吗？你虽然会就是还是人家社区好了。对。喝酒失态，然后在校庆当天的行为，然后跟社会大众道歉，因为我觉得身为教育者、教育工作者，这是一个不良的示范，我深深的感觉到很懊悔跟抱歉。学校的校长他到底是不是任，其实就是变成并不是用一次的喝酒或者是说失态这样子，或者是应该是要看他整体办学的绩效。其实我说我是人，不是畜生，那个是因为有人一直叫我躺在地上，你听懂我意思吗？你虽然会就是人家社区好了。对，我说我就不是，为什么要叫我躺？哦，我就坐在椅子上就好了。哦，因为我当时意识还清楚。对，但是他们就一直讲说都得脱开，你都得脱开呢啦。针对我们南彰化哈某国中校长哈，他的最近哈媒体要在报道哈，是以及民众在检举的事项哈，那据我们的了解哈，校长的这些相关的行为哈，实际上也影响到校誉哈，那特别是饮酒失态的部分哈，这个在教育界是不允许的哦，所以呢，针对哈校长这些比较失态的一个行为哈，目前呢教育处的方式是会针对校长的相关的言行来考稽委员会这边会来议处。那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相关调查期间，我们也会召开校长遴选委员会来议决后续的校长的一个去留事项。那在这整个的一个审议的调查的一个期间呢，会先将校长调回府内，由代理的后用校长先去学校代理校务。